你有没有觉得今天我们两个都很伟大？对呀，这么大的风还要出来拍节目哈、哦！我们俩就像是那种台风天气啊，典型报道的那个记者一样。观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现在我们是吴梦梦现在这个广场。哇，我说我刚刚电视坐下去大风，我真的受不了了，我顶不住了。太夸张了，就是这样的感觉。我先考考你哈，咱们中国的美食八大菜系，你了解有多少？这个难不倒我啊！川鲁粤徽湘，苏浙闽本帮。你还真的会哈、啊，真有两下子。那我太难了。那我今天呢，带你吃的就是其中传说中的湘菜。哦，湘菜拌牛肉。哎，不是那个湘菜，湖南菜。湖南菜。哎，就是我们稍后的这一家十泽。避风港，快去快去！快快快快快！没错，今天咱们节目组来到的就是位于恒茂梦时代广场的十尊香味了。正所谓菜如其名，这正是一家主营湘菜的餐厅。那么湘菜作为中国历史悠久的八大菜系之一，究竟有何特色？这家店的独特之处又在哪儿呢？一起随我们来看看吧。本节目由宜春大米、状元粥、天生珍稀特约赞助播出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来到了十尊香味。这哪里是十尊香味呀？那你觉得是什么呀？十分香味嘛，很香，真的很香。哎呀，没错啊，而且感觉这边的香菜，我们从这个色香味上面看啊，感觉做得非常的地道，是不是？很养眼。对对对。而且整个屋子里暖暖的。嗯，有红有绿啊。这太多了吧？对，都是硬菜耶。没错。可以。但是今天你知道吗？怎么？外面天气这么的寒冷，对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吃点这种火辣的、暖和的、进补的、是没错补气儿的。对，先吃啥？哎，先吃什么哈？我先向你隆重推荐这道菜、哦。这道菜是不是看上去很壮观？好有气势啊！我没见过这么大的一个砂锅耶，以前都是这么小小的，这比我头还大，这炖的啥呀？这是非常的气派。我跟你讲，这里面的东西可厉害了。是啥？不是鸡，不是鸭，它是来自湘西的苗王鹅。哦，鹅，大鹅，没错，铁锅炖大鹅，对吧？是这么说吧？哎，而且是在咱们这个湖南湘西的苗王这个苗王镇才可以吃得到的。哦，特色了，没错没错，是特色啊。哇，之前我是在东北那旮瘩、天寒地冻的，一桌人围在一起吃那个铁锅炖大鹅、特别暖和。哎，今天湘西鹅没吃过。东北和这个湖南湘西的味道肯定有不同，不一样哈。嗯，这边可能偏辣吧。来尝一尝一下，试试看哈。你看它这个摆盘就特别有意思，两颗大葱，非常入味哈。太香了，看看，敲一个，哇，好大一个腿啊！这想象得出这个鹅它是多大一只的，雄壮、粗壮有力的大腿，鹅大腿，我就啃个腿了。嗯，哎呀，哇，哇，好入味啊。特别软烂，而且它这个菜呢，它表面上看上去啊，感觉是原味的，没有什么味道的。对，但你一把这个肉撕开，哎，里面就热乎乎的冒着一种热气儿，全都是这种香菜的辣鲜辣味儿。没错，而且看上去感觉好像也没有放什么辣椒哈。对啊。但是不知道吃完以后，觉得哎，感觉嗓子里有点热热的。对啊，入味了。有点像冒汗的感觉。入味了，入味了。嗯。而且非常适合秋冬吃。对啊。你知道鹅跟鸭有什么区别吗？鹅跟鸭，鸡鸭我们常吃，对不对？好像鹅是不是更加凶猛一点？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，就是鹅呀，是很彪悍的一种禽类，是家禽之王。家禽之王，它可以打一切。哇，真的吗？就类似于那个非洲平头哥，很猛的。所以今天我们吃到它的肉了，是不是感觉更加强身健体呢？这个是得其所，非常好吃，非常好吃。是。而且鹅它虽然猛哈、虽然猛，一个能打十个，追着我们咬。我小时候就被鹅追过。真的真的，童年阴影。因为鹅很大，但是鹅它吃草的。哦，鹅是吃草。鹅是素食动物。哎，那这么说，是它的肉非常的有营养，清香又带营养，很清香。那吃鹅肉是不是也不长胖？对啊，而且我跟你说，鸭子呢是吃小虫子的，吃肉的，所以它的肉可能会带有一种本身的一种小腥气儿。哦，鹅吃草的，所以很清香的一种味道。怪不得这个肉质哈一点都不腻，非常非常的香。那小韩哥，接下来呢，我要给你推荐一道大菜，看
看我们面前的这道菜是不是特别有食欲。不，这位客官挺别致嘛。什么？看过这种鱼吗？尖尖的。我好像以前看过一个纪录片。啊，什么纪录片？就是我国有一种保护动物，濒危动物叫中华鲟。我走了，我没有吃啊，这个我没有吃的啊，我没有吃的。我跟你说，真的被你猜对了，它就是中华鲟，但它不是我们这个国家保护动物中华鲟，是经过养殖的中华鲟鱼。亲切，鲟鱼。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啊、所以这个呢、是可食用的，你放心吃好了。要提醒各位吃货啊，虽然我们世上有很多山珍美味，对，但是保护动物一定要好好的保护，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啊。没错，那这种养殖的鲟鱼呢，它的营养价值非常的丰富。哦，比如说呢？而且在一般的饭店是吃不到的哈。啊，对对对，很少见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它的那个肉质哈很鲜嫩，而且它的刺也很少。哎呀！然后今天呢，为什么要给你推荐这道菜啊？为什么？因为这道菜呢，它是搭配着这个精汤一起来炖的。现在已经冒泡了啊！哎、美味的泡泡，我们来焯一口，焯一口。看看。哦呦！哇！这切得很别致啊。嗯。那像个月亮一样，这刀工了得。为了我们吃的方便哈，你这样随便一抄就是一块完整的肉，圆月弯刀的样子。这个肉是不是像果冻一样啊？你还没吃？嗯，我在闻，我在细品，品，你细品。细品。嗯，它表面上裹了一层泡椒味儿，泡椒味儿。没错。嗯，特别的酸爽的感觉。嗯。好，尝尝肉了啊。哇。鲜嫩，对不对？这也太嫩了吧！真的，甚至可以吃到它那种鱼类的那种胶原蛋白的那种口感。就像吃什么呢？嗯、就像吃那种炖得很烂的土豆泥一样。哎，是是是。慢慢一切一切，在嘴巴里面不断翻滚、嗯，这个好吃，这个好吃。哇，因为它这个大厅一楼啊，是有一个专门的池子来养殖这个鲟鱼的。刚刚我路过时候看见了。哦，是吗？都是现点、现捞、现宰。哇。现煮，哎呦天哪！所以说非常的新鲜呢、啊。所以说呢，吃鲟鱼不光它的每个部位都是精华，都有营养，都有好处，对，而且你会吃到一种与众不同的口感。是的。一般的鱼嘛，一般的鱼这个脊椎骨没那么硬嘛。哦，没错没错。而且啃不了啊，鱼刺哪谁会吃呢？对。鲟鱼不一样。不但没有鱼刺，它连这个鱼的骨髓都可以吃到肚子里，对，补充我们的这个钙哦。软骨嘎嘣脆的、嗯，没错。所以它造型独特，也是有独特的好处的啊。嗯、哦，还有，我想起来了。你说这个鱼鳔，你知道什么地方吗？鱼鳔。鱼鳔是什么？一个鱼字旁，一个钞票的票。鱼鳔。不知道是什么。就是在鱼鳃两边那种小气囊。嗯。就鱼它要沉浮嘛，对不对？它沉下去就会把这个气囊给，哎、就是缩起来。好形象哦，这样。潜水艇的原理就是根据鱼鳔来的。哦。鱼鳔就是那种气囊，一缩啊，就鱼泡，你也泡，你也泡，懂了吗？这个我懂，这个我懂。啊没有刺，十分香味，十分香。人生在世，吃喝二字。还有什么菜？好，那下一道菜哈，我给你垒着。可厉害了，就是我们面前的这一道。这道菜呢是口水鸡。口水鸡。哎，这不是粤菜吗？对对，但是呢，它这道菜呢是采用了这个香菜的做法。香菜做法。对，我们可以看到哈，因为我们一般吃口水鸡呢，它可能比较清淡，嗯，有的时候呢还要去蘸那个酱，对不对？哦，对对对。但是这道菜完全不会，因为它已经把佐料全部都已经铺好了，在这个切好的这个口水鸡上面，所以每一块鸡肉都是非常入味的。嗯，看这个金汤。很好看呢、啊，对，没错，而且这个鸡呢，它不是采用的那种很大只的鸡啊，它采用都是那种小土鸡。你看它这个鸡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小只？哎，切得很小。对对对，所以你赶紧尝尝看它味道怎么样、哦。小鸡应该很入味的哈，嗯、肉很嫩的。哎呦，给你切了一小块一小块的。哎，哎呀，哇，哇，这滴油，这种感觉对了。嗯、没错。嗯，味道怎么样？吃鸡啊！感觉你细细咀嚼了好久。你品，你仔细品。品。你品。好，可以品出什么呢？嗯。品出了一种，在深山中修炼成仙那种味道。
哦，真的吗？还能品出个故事来？感觉我身边，那些那个火爆的辣呀，大油啊，热火啊都不见了，是白云、蓝天、小田野。小鸡在活蹦乱跳的感觉，很清爽。哦，清爽的感觉。你品，你细品，很清爽。好，感觉好像一口就可以把你带入仙境一样。嗯，很清爽，回味无穷。鸡肉的香味，尝尝看。这道菜让我出其不意。我以为呢，它这道菜还是会像我们旁边的这些湘菜一样重口味。对。这道菜完全不会，而且呢，我越嚼感觉越嚼出了这个肉的鲜甜，对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我感觉这个，对，我感觉这个鸡的话呢，用来煲汤也很好啊，那是对，但是我们是吃到了这个清蒸的一个这样子，对对对，这料我尝一下啊，哦，有点像牛肉酱的感觉，对。牛肉酱的感觉，因为这个鸡的话呢，它是没有任何的一个味道，对，就是鸡的味道，很清爽。但是它这个上面的这个佐料，甜甜的，是不是？点缀了一下，对，点缀了一下，提鲜的感觉。我觉得这个鸡皮和我想的完全不一样，对吧？因为一般炖鸡的话，我总觉得那个鸡皮很油，而且有的它炖得很烂的话，那个鸡皮就像肥肉一样。那这个完全不会，对，这个有点 QQ 弹弹的，而且皮完全不会化，不会化。因为你高温炖汤嘛，大火炖汤，它的鸡皮和肉间的脂肪是会散开的，对吧？所以你觉得油油的，但这个它是不是它是蒸煮的？它保留了这个鸡皮的精华和营养。吃三层，第一层鸡皮，第二层是，我告诉你了啊，鸡肉，中间那层呢？脂肪，对吧？这三层放在嘴巴里边。鸡皮是那种动动弹弹那种感觉，凉凉的。鸡的脂肪呢是很沙的，很沙的，很软的，有脂肪的感觉。鸡肉，有嚼劲的。对。哦呦，这个好吃。没错，哎，挺会吃啊，小韩哥。必须的呀。对吧？那以后就跟着你吃了。好的，咱也是美食，你跟我吃的还少吗？我们也要下一顿嘛。那今天是你回馈我了啊，回馈我，带我吃了这么暖身子的。没错。等一下，好的，哎，待会儿，是太热了，就脱上了吗？我的天啊！哇，本来我们俩在外边还是冻得要死，但是进来是不是觉得热火朝天？哎呦，我们在外面冻成狗啊！对，一进这个湘菜馆。暖心房。本节目由宜春大米、状元粥、天生珍稀特约赞助播出。因为我们的嘴啊，不光是用来吃美食的，也是用来俘获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心的。所以呢，在追求吃的路上，希望我们能够一直与你们一起好好吃啊，好好爽，好好的体验人间美味啊。对，而且呢，当你不知道要吃什么的时候呢，就锁定我们的美食特工队吧，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对，江西广播电视台影视旅游频道美食特工队啊，小韩、美洋，对，带你们来吃的好吃的。没错。地址在什么地方？我今天跟你好，灯太大了根本看不见。哎，那我就一定要大声的告诉大家，啊，咱们这家店的地址就在恒茂梦时代2号写字楼的1楼，对，叫做十分香味，真的是十分香哦。2号写字楼1楼，对，就在1楼，就在1楼，哦，对。那记住了啊，十尊香味，没错没错，十分香味。对，下次呢，等您带着您的亲朋好友，在这秋风习习的冷冷天，我们一起来吃顿热热乎乎的对湘西菜哦，一起火辣起来吧，我们在这里等着你哦。